次，再一次，桃子在这边再一次的邀请哦。咱来邀请咱所有的好朋友，咱家不管你是桥都会开车经过的好朋友，还是来坐夜车的好朋友哈。如果您有时间的话，那是有时间，欢迎你留下来，留下停下你的脚步，那么留下你的时间给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晚上的演出。那么我们今天是海口觉醒，反毒反暴力。那么很希望呢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可以让大家对这个毒品还有对暴力霸凌的这件事情能够来重视。好，那么刚刚呢欣赏到的是我们的麦寮社大热舞社的，我还靠你那翁来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姐姐可以给我一支那个红色的荧光棒吗？谢谢。我们可以看到三重空间哈，这边有这边有 logo 哈，这边有 logo。我跟你讲，就这么一次，你们要是不热络一点，可能连刚开播第二滴，你知道？所以我们今天要热情一点，好不好？红橙黄绿蓝靛紫，我们把它收集，我们再请申帅好不好？每办一次活动，就把七个颜色。对不对？办个七次就有七彩啦，七彩就是彩虹了。好，刚刚呢欣赏到的是舞蹈的演出，非常的热情哦。那么接下来要来为大家介绍的呢，是我们一个名字非常的优雅，他本身就非常的优雅。看到他，我刚刚本来很嗨的，结果我刚刚看到他本人的时候，我整个都想要害羞起来。老师好。老师。单身吗？没有，结婚了。啊，结婚了。好，我们欢迎。哦，不能这么现实啦齁。老师，我看了一下您的资料，是从我们都市回到我们农村，对不 对？那以前是在哪里呢？哦，以前其实我一直都住在高雄。哦，在高雄。高雄算我们的第二个大都市了。对对 对。对，那什么样的机会回到农村来？因为其实我这些歌是在我住在台南的时候，台南，对对对，台南的后壁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，后壁湖，后壁，对，后壁，所以你是林志玲的邻居哦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他后壁人，一段后壁啊，你嘛都后壁，是啊是啊，林志玲是后壁人，没错，嗯，所以就在那时候写的，对，那时候其实我们走了很多地方，那我今天也会带来好大部分的歌啦。都是我在云林的时候写的。云林的时候写的，这就是缘分，对不对？我来到云林，来到咱北寮，那么一个都市的孩子，都市的型男，来到我们的农村，然后为我们留下了脚步。而且呢，为着爱这土地，爱这乡村，以下足侪偷听的歌曲，我想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优雅农夫刘祖阳带来的表演，掌声欢迎。谢谢。太小声，你们的，这还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今天先带来第一首歌，叫做《口湖海风的气味》。好，那在这边我们再一次邀请哦，我们所有经过的好朋友，无论你是经过呢，或者是特地来的，都欢迎你留下你的脚步，跟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音乐会。现在为大家表演的是我们的刘祖阳，我们的优雅农夫带来他自创的歌曲。温馨的海，在我。
Thank you.